上年3月才开幕的 Ugu， 位于宫古岛最南端的来间岛海边，最喜欢它露营屋屋顶上面的私家天台，可以无遮无挡地看得海景和日落，超好 view 啊！屋入面的设备亦都好齐全噶，有客厅、厨房、浴室和两间睡房。放低行李，欣赏日落，是时候过去用餐区探我哋嘅 BBQ 晚餐啦！场入面有专人负责烧烤，青椒、冬菇、烤洋葱、肉肠、猪肋骨等等，用的全部都是宫古岛的当地食材。而我呢就最喜欢这个冲绳独有的阿古猪烤肉，简简单单地用盐调味，每啖都试到它的原汁原味啊。食完大餐还可以和朋友围在火堆旁边风花雪月，再在零光害的环境下面欣赏漫天星空，这一晚特别难忘啊。新鲜滚热辣的多士啊。看到好正啊，好脆啊 ！Let's go。你睇我早餐几丰富，佢咧会有人妈琴晚完之后将一篮嘅早餐送到去你房，第二朝就有得食啦。